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他出道多年，曾带给大家很多经典作品，可以说陆毅是一名老戏骨了，他的演技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特别是他在《人民的名义》中饰演了侯亮廷一角，陆毅精湛的演技是深深的征服了观众们，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在娱乐圈中发展多年，陆毅的人气一直都是很高的，在20多年中，陆毕也一直是兢兢业业的在拍戏，很用心的饰演好每一个角色，所以陆毕也曾拿下过许多的大奖。最近有网友曝光了一组陆毕在拍戏时的路透照，大家也是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陆毕的变化真的是很大的。在很多网友的心目中，陆毕一直是一个很帅气的演员，他的颜值很高，五官也充满了正气，他也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。可是如今的陆毕在外形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现在的他不知道胖了多少，看来男人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也难逃发福这样的事情啊。当大家看到陆毕的这组照片后，也都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，不过这真的是